切莫自怜。为自己不如意的遭遇而自哀自怜，是世人最容易犯的毛病。我们每个人都曾这样做过，但是检讨一下，他从来就不曾对现状有过任何的改进。自怜是人类情感上最大的弱点之一，它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牢狱，指向虚无的指标，人与人之间感情交流的障碍。每个人失意消沉的时候，都期望能够得到他人的协助，但是把自己的痛苦寄望他人来解脱，正如希望别人带给自己快乐一样，永远是靠不住的。事实上，大部分所谓的痛苦都能够经由态度的转变而消失。抛弃自怜，建立自信，解除烦恼，这正是步上坦途的妙方。没有人比爱迪生更了解自信的含义。他为了发现在制造蓄电池时替代铅的物质，一共做了20000次失败的实验。有位记者问他，你难道从不因为这些白费的努力而沮丧吗？爱迪生立即反驳道，白费？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白费的，我已经发现了20000种行不通的方法。所以最重要的是，失败时切莫自怜，永远记住，失败只是一张请你继续努力的帖子。